还有什么事吗？真的不明白我的用心吗？蓝妞在一天天长大，你不可能一直瞒她的。我知道，毫无疑问，蓝妞需要母爱，她需要一个妈妈。难道你不觉得吗？就算今天的事儿，你根本没有能力去解决的，但是我可以帮你。 你没有时间照顾他，我也可以帮你。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我刚才不是说过吗？咱们之间真的不用那么客气。好，小老师，那我以后就不客气了。我现在有事儿，先走，再见。 认准的事儿就会执着到底，不死不休。也许十年前的那场婚礼是唯一的一次例外，但是错也不在他，在于你的逃避和我的盲目。算了，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。 主动提起这件事的不是你和我，是子墨。你看他现在，分明是在亡羊补牢，他变得比以前更努力，也更主动了。你打算怎么办呀？继续加码，累垮他为止吗？他已经到了人体的极限，我不会再给他加码了。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，他如果真的顶过去，我就没有理由不要他了。这也是我预料到的结果呀。哦，对，听说你们战壕里边有一个执勤的女飞行员，代号寒号鸟，是她吗？ 想挖人啊，许飞那呆鸟给你玩玩还行，寒号鸟可不行啊，他的训练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啊。你想太多了，挖他干什么呀？我这儿女队员可不少呢，我只是听说他对你一片倾心。你的情报工作都做到我们战壕特种航空队了啊？ 各种各的菜，各收各的粮，管好自己的事儿。跟上，快跟上！
优胜劣汰，你们有一百二十一个人，现在还剩下55个。我想告诉你们，我对这个数据非常不满意，比我预想的至少还多出20个。不过不要紧，好吃不怕晚，越晚淘汰就会越刺激，淘汰还会继续。我想向你们保证。 淘汰会更加残酷，淘汰的速度也会更快。现在多问一句，有没有人想主动回去的？没有。有句话怎么说你们？这就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对吗？时刻准备着。时刻准备着。 我对部队这个口号已经有免疫力了。报告，说，那就请尽快开始下一阶段的训练吧。我已经等不及了。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我确实等不及了。该淘汰的赶紧淘汰，我等着正式组队之后执行任务呢。007。 你不说大话能死吗？你确定我在说大话吗？好啊，那我今天再说一句大话，哪怕这里就剩下一个人，那肯定是我007。025，你下去吧。